都说啊，钓鳕鱼想要回本根本不可能。我呢，今天就准备了600块钱，带大家亲测一下，大不了就吃一个月方便面嘛。咱尝尝能不能便宜点？你印象怎么便宜啊？400块，400不行，满青岛没有这个价钱。大老远来挺不容易啊。哎，这样吧，400块钱可以。今天你钓的所有的鱼里边，任我挑一条最大的。就要一条最大的是吧？哎，就一条。钓不着怎么办？不可能钓不着。万一钓不着怎么办，哥？钓不着，钓不着算我的。那我自己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，哥。来。北方的冬天还是很冷。我呢，现在刚刚到达钓点，天气贼冷，特地带了我们的电动轮来感受一下。自信，下，来喽！嘿嘿嘿，我直接拎上来吧。哎，你看哪次出来钓鱼都是我第一个中。我刚下杆，来，两位两位。下杆没有5分钟，帮就中了一口，又一次全船第一个中鱼的，还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因为鱼太小了。等一会儿上一条大的，咱好好给船长搞一条大的。这次呢，来青岛我们做钓的时候用的是第一批上市的竹式的麦芽铁网杆，拿一是 M 的枪柄，正好搭配我们3000型的电动轮。船长说啊，哎，中鱼了！哇，这条大了哦！看一下杆子的弧度，兄弟们，嘿嘿嘿嘿，看一下杆子的弧度啊，漂亮吗？都带轮了，哎，你白。钓上来一条呢，底下可能就有一群，抓紧时间把这个鱼给它放到箱子里面，我们要抓紧时间钓了。哦、看到没有，它在发力。小弟硬拔吗？哎，不动了，哥哥。啊，大啊！啊！穿了！我操！目前为止全船最大。来了！来了！啊！一点不爽。十全十美，这条鱼绝对了！哇哇哇！哇！我操！你上了？10斤半，10斤又破纪录了！今天绝对的船冠，这条鱼你的了，船长。兄弟们，看看今天钓了多少鱼了！箱子装满了，兄弟们，上岸拍鱼。我可做了，我看。哎，行行行，我呢现在刚刚靠岸，船已经到码头了。这个呢就是我今天钓的鱼，刚才我们也现场称重了一下，我今天钓的鱼呢一共50斤，跑上去给到船长那条大的10斤嘛，我们现场称的重10斤，那还剩40斤，对对吧？然后按照您早上跟我说的30块钱一斤是吧？对对对对，那30×40是1200，那你相当于还得包800，我再给你800块钱呗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就对了对吧？好了，谢了吧谢了吧 ，Nice。